十几年前、十几年后，一个人会有偌大的变化呢？觉得他心态非常的年轻。你看到以后，想到永远未和这个时代淘汰的。因为我东西太多了，好像压着我的整个人压迫感，所以我就想要断舍离了。今天忘记口福了哈，你才过来加了哈。喜欢这种就是煮菜给大家吃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吗？是，我喜欢这样。欢喜好比说，礼拜日，每时八点半，Astro欢喜台，Astro Go。